空心草，我是天际草。我们很开心在第二家园生活着，每天都充满了开心快乐。这个家园到处都是正面的真善美爱心城的能量，对不对？对啊。2012年就快来了，但是我们在家里活得非常的自由自在，也感觉心里很安全。希望有一天我们能生活在生命禅园时代。我们生活在第二家园，这里山清水秀，花木葱茏。在这里生活就彻底就是感受到了开心、快乐、自由、幸福。我生活在第二家园，开心极了，每天就是基本上那个劳动也是自己爱干什么就干点什么。爱上帝，爱家园，爱地球，爱人类，让我们相会在生命禅院时代。嗨，我是莲心草，我很喜欢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生活让我感觉到像幸福的孤儿。为什么呢？因为我感觉到这样有自尊、自强、自信。OK。Hello， 大家好，我是金冠草，生活在上帝的王国，全面实现共产主义新生活模式的第二家园里，我时刻处在开心、快乐、自由、幸福中，时刻感受到开心、快乐、自由、幸福中。我爱家园的每一位亲人、情人，每一位兄弟姐妹，感恩上帝爷爷的恩赐，感恩上帝的师责，雪峰导游的耐心引领，谢谢大家。Hello， 我是一叶草。真的好开心能生活在生命禅园的第二家园，感恩上帝，感恩亲爱的导游。还是大气草。感谢上帝，感谢导游，非常高兴生活在开心快乐自由幸福的第二家园。不管2012发生什么，我们依然坚信上帝，坚信爱，让我们相会在生命禅院时代。耶、yeah! 嗨，我是天空草，我很开心生活在第二家园，我很幸福，我也很开心，我爱每一个禅院草。嗨，大家好，我是焦仙草，我生活在生命禅院第二家园上帝的王国，我生活在这里非常开心，非常快乐，而且很自由，很幸福。在人类中没有多人能感受到这样的生活模式，这是人类前所未有的。我们在家园里生活的非常开心，而且大家每个人相处的很融洽，很和谐。愿我们把这个爱的生活模式带给全人类，愿人人都能感受到这种生活模式。 Thank you。 HiMy name is 旧鹅草。我是生命禅院大舅网站的管理员。因为接触到生命禅院，让我知道了上帝知识和做人知识。我知道我和宇宙大自然是一体的，所以我就非常爱这个宇宙家园，想让整个地球村的人都能够享受到第二家园这样的开心、快乐、自由、幸福的生活。谢谢。好，我是慧光草，我生活在第二家园。第二家园简直太美了。你一定要来。我是金池草，住在家园里边，我下面感恩上帝，感恩导游，我每天幸福开心快乐自由幸福。嗨，我是石针草，我首先感恩上帝赐予我生命，感恩导游的引领，让我生活在这神奇的第二家园。我在家园里特别开心快乐自由幸福。 Hello， 我是异地草，我能生活在家园里，我感恩上帝，感恩导游。Hello， 我是樱花草。Hello， 我是慧宝草。Hello， 我是普夏草。我爱上帝，我爱导游，我爱家园，生活在第二家园里，我感到非常开心、快乐、自由、幸福。耶、yeah! ！嗨，大家好，我是苏切草，欢迎。感恩上帝，感恩导游，让我入住美丽神奇的第二家园。我每天生活在上帝的王国，充满感恩、幸福、欢欣。嗨！再看镜头的你，我想我不需要多说什么，你从我的状态还有我的笑容就能够看得出我生活的是多么的滋润和快乐，因为我掉进蜜罐里啦！我是第二家园的成员草，我是幼园草，等你哦。Hello， 我是谢涛草，非常感恩佛祖上帝恩赐我来到第二家园，感恩雪峰导游引领我，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生活，我愿意把这美好的生活带给全人类。嗨，大家好，我是知识产，我生活在神奇的第二家园，我每天充满了开心、快乐、自由、幸福。上帝的王国已经降临，生命成员时代必然到来。感恩上帝，感恩导游，谢谢。嗨，我是天际草。嗨，大家好，我是生命成员的一仙草。我们生活在第二家园，感觉非常开心、快乐、自由、幸福。就是希望第二家园模式这个推广到全世界，然后整个地球就是第二家园，就是变成人类欢乐的海洋，你看那多美。我生活在第二家园将近有3年的时光了，这段时光是我今生最幸福的事，最幸福的时光。生活在第二家园，我感到非常的开心、快乐、自由、幸福。我爱第二家园，我爱生命禅院，我爱导游雪峰，我爱家园的每位亲人，我爱上帝。亲爱的，我也爱你。当你看到这里，你要知道，你也是上帝创造的杰作。生活可以很美好，生命可以很精彩。世外桃源，人间天堂，上帝的王国，修行修炼的最佳场所，区域天国的中转站，人类未来的新生活模式，尽在生命禅院创建的第二家园里。详情请进入生命禅院网站浏览。在生命禅院网站，你可以与生命禅院的导游雪峰与众多禅院草一起在线交流。我在那里等着你，欢迎你。Hello， 我是创业草。这个我能入第二家园是上帝的恩赐，这个感恩上帝，感恩导游，感恩这个兄弟姐妹。Hello， 我是费耀超，来到第二家园，那就是感恩上帝，感恩导游，感恩天人们，来到第二家园就是开心快乐。Hello， 我是道地子，能生活在上帝的王国，每天开心快乐。我感恩上帝，感恩导游，感恩第二家园。Hello， 你好，我叫雨露，生命禅院的雨露草。我想邀请你来到生命禅院，因为在这样的第二家园里面，生活得很开心快乐。吃得好，睡得好，穿得好，而且有这么多伙伴，这边这边那边其实都在我的身后，你没看见而已。来这边吧，就这样。嗨，我是郑信，这是我最新的环保头衔，非常荣幸，非常高兴，非常幸运，非常幸福，能生活在第二家园。这是人类未来的生活模式，这样的模式将带给人类开心、快乐、幸福、自由，希望所有的人都能进入第二家园生活。谢谢。好，我是天山，我很高兴来到家园，我喜欢每一位禅人草兄弟姐妹情人，然后我最喜欢导游。好啦，Hello。Everyone， 我是席代草。能够生活在上帝的王国、人间天堂、生命禅院第二家园，我真的感到非常的开心，也非常感恩上帝爷爷能够赐给我这个机会。上帝王国里面的人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我们也没有任何报酬，但是他们却是那样的勤劳、那样的善良、那样的无私奉献。我只能说，这就是一个天堂 ，Paradise。现在的话，网上有很多消息说是 X 星要来了，我也正在关注这些信息，但是今年到底会发生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们大家都在等待或者在期待着什么。不管你是否相信，但我就是相信2012的路遥方舟就是生命禅院。 I do believe of course， 而且非常感谢上帝也能够赐给我这机会遇到帅导雪峰，我很爱很爱他，很爱很爱这个家园，很爱很爱生命禅院。Thank you.
你能够想象见证吗？256所，上帝的王国，生命禅院，第二家园之花开遍全球。不论你是白种人，不论你是黑种人，不论你是黄种人，都生活像亲如姐妹一样，那样开心，那样快乐，那是怎样一个场面？只能说太美了。如果2012真的发生的话，希望你能够记住，上帝爷爷是与我们同在的，而生命禅院是与你同在。让我们一起相约在生命禅院时代。谢谢。